서진! 서진! 어휴. 还好这线足够长啊，不然就烧到您了。是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不然就烧到您了。上一句。还好这线足够长。我想到了。啊？ 若飞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我终于知道你姐姐是怎么放的火了。啊？所以呢？是什么？嘘，先别着急，慢慢看。 看明白了吗？其实啊，只要在蜡烛里提前放好引线，当蜡烛燃烧到引线位置的时候，引线也会燃烧，同时点燃已经提前进好灯油的乐器，整个乐器房就会被点燃，而放火之人完全不需要在场。哦，所以我姐才会跟林月正同时到达。 他约好跟我酉时见面，他就是算准了到酉时，这个蜡烛会烧到预定位置，他的火就会点燃这个引线。可是，这都只是我们的推测，没有证据啊。这块木板是吴为和刘新年在乐器房找到的。一般情况来说， 蜡烛烧尽了之后会留下一团蜡油，但是这块木板上只有薄薄的一层，这说明有人在之后去过乐器房，并且直接拿走了证据。原来你还在调查这事儿。不过现在我终于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。证明清白又如何？我现在人在云游，我能跟谁证明？ 不过，还是谢谢你，你能一直惦记这件事情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回了。嗯。跟我来。 给我的，嗯，这么土的箱子，看好了。看满。 月色寥寥树影横，这么多啊！露宿烟中，那里愁暗暗藏在菩提中，心事谁又能读懂？多少年情也已转，多少年仍难相忘，音乐幽暗像浮动。 匆匆掠过第几重，我独与你心上写情衷。看木鱼潇潇，听风声也匆匆。能不能求一个坦荡相拥？这浮生如果也会。
世间爱恨难相同，我只求我尽职所忠。看半听月色寥寥，树影和书墙高楼所千重，那里愁暗暗藏在背地中，心是谁又能读懂。传说看到绿光便能收获奇迹，而我遇到你就是我生命里最大的奇迹。就像这株碧玉就是你我之间的见证，我还是当年的那个小气鬼，未曾改变，只是小气鬼现在想把这株碧玉送给那个女孩，希望她能够原谅我，并且回到小气鬼的身边。所以你做的这些就是因为我是碧玉少女。或许我的双眼曾经被蒙蔽，错认了碧玉少女，可是我的心却从来没有认错。自从我跟你相遇的那一刻，我便深深地被你吸引，情不自禁地向你靠近，深陷其中无法自持。也像是这两株碧玉，只有将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，而我也因为你要完整。若飞，无论你想去哪儿，想做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，再也不分开了。我只求我尽职所求。你不是被赶出幻月了吗？怎么还有脸站这儿？周雅，注意你的风度。领主亲自下的令，周月师要是有什么疑问可以去找领主陈明。这班台什么领主啊，分明就是少君从中周旋，某人明知少君是自己未来的姐夫还这般恬不知耻。你不要脸。怎么说、啊、你说谁不要脸？谁认就说谁呗。你，我不是来跟你们斗嘴皮子的，我是来下战书的，我要带着我的绿光月房挑战你们幻月房，你们要是不满的话，要不来日我们斗月场上见。简直痴心妄想，你就弄个破月房就想一步登天了？笑话。区区不才正是这破月房中的一员。季大师，您为什么去钻入这种不入流的月房啊？还不是他狐媚，勾引自己的姐夫不算，还勾引季大师。菲儿，你求上进总是好的，但这凡事都要量力而行。你在云瑶胡闹也就算了，现在你又带着你的月房跑来幻月，说要来下战书。你说我这要是硬了，岂不是拉低了幻月房的档次？日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来下战书，那我这幻月房岂非成了任人踏足之地？不要因为有少君的庇护你就忘了自己的身份，这幻月房可不是你说了算的。苏若善，你有什么身份？你原先不过是苏家的车夫。你住口。他说什么？别乱说。
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堂堂正正地打败幻月皇，坐上大月正之位。我亲爱的苏房主，能请你跳支舞吗？现在？你的目光融进冰霜，化作我的念想，肆意流浪，有何不可能？情丝太长，心月亮相望，心口的光，心起波浪，只因你而发亮。太多倔强，为你深藏，不肯遗忘。你如长空之上宿命的绿光，一瞬定格，一生留在也不知是何人要来求见啊。或许是喜欢绿光月房的人吧。哦，希望是这样。苏姑娘果然好乐意，那首绿光吟让人感觉到那种难以言喻的清新奔放。多谢夸奖，不知您是？你改了我的曲子，又拐跑了我这不成器的儿子，竟然不知道我是谁，倒让我有些伤心呢。您就是姚晨夫人？民女拜见姚晨夫人。快请起。多谢姚晨夫人。坐吧。听墨儿说，你原本是祭典乐师选拔的第一名，只是因为火烧乐器房的事情，失去了参加九如盛宴的资格。但是那首绿光吟，仿若又让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云瑶，看见广袤的江水和万里绿林，果真是绝妙的很。不过若非擅自改了您创的曲子，还望夫人见谅。哪有曲子是一成不变的，音律本就合人心境，心境不同，曲子自然不同，若都千篇一律，这世间该有多无趣啊。就像这首绿光吟，我已听了无数遍，唯独你这个让我感受到了云瑶绿光森林的味道。真的？母亲，孩儿说的没错吧，如此好的乐房，您又怎么舍得让他被埋没掉呢？